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09年4月15号，新北捷运淡海轻轨淡水渔人码头站。15点整，手牌测试，开往红树林的。那个轻轨捷运列车，下一站沙仑站，本列车开往红树林，然后右边是那个未来二期的路线的。我下面跟妈妈都在钓我们的地方。右边二期。哦，下回程就超少了。然后右边这条路是二期了，之后未来的路。拜拜。真的很感动，你知道吗？是营区啊，喂，沙仑站到了，谢谢各位观众，拜拜，沙仑站到。